Yo， 各位伙伴 ，Pokemon Go， 我哋同喺呢个边列车上边啊，我哋一齐去继续捉嘅最新嘅一个神针。真系火鸟。咁今次咧打火鸟咧，其实一系用水系啦，地系啦，即系岩石系啦。暂时前边咧系冇乜人嘅，因为而家系一啲屋苑入边。咁晏昼时分啲人未放工。 咁夠打咧，我好緊張，得10個啫喎。咁我上個圈血扣得快啲喎，快過。係喎，係易打咗喎。係易打嘅咁。係啊，之前打可能急凍了，嗰啲打到死死下，未打完喎。一般喎，佢一般喎，走200幾，入200幾秒，重新夾對戰。好，再試啦。哎，咁都係重換血嘅。唔係，咁係撈緊嘅。好，搞掂。哇，係紅色嘅圈啊！哇，唔中。哇，哎 ，nice。 哇，好有緊張喎！好大個圈喎，啲喐緊喎，但係。哦，變咗，我準備 B game 啦。好緊張啊！而家，但我得6個波啫喎。哎呀！龍鳞力，喂，Excellent，Excellent，得唔得啊？Excellent先波啦。嗱，點解啊？ 好紧张，我唔想睇。哇！点解会咁啊？再捉，再捉啊！今日捉几多场先捉到？因为 Billy 临时有嘢做，所以我哋而家搭的士去继续捉。同埋今次应该唔用Android啲啊，所以应该录唔到画面，捉到先俾大家睇。第二场喺观音庙。今次我哋有8個波。喂，最尾啊，其实我球打中啊，有8個波。 哦，GG。点解会咁噶？点解会咁噶？第3站嚟到海心公园，边度有火鸟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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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叔要杀佢波鸟。嚟到啦，揾到啦，但系好似唔系好多人玩啫。 最后一个波，嗱，我球球都归齐啦，球球都旋波噶啦。看着你背影已远去，我仍然，我仍然在这里沉沦。隔篱捉到4隻火鸟。 阿 K 捉到1隻火鳥，我打咗3波0隻火鳥。好啦，呢个呢个我咩做嘢？阿 K 收工啦！点解你唔出现喺我度啊？点解？呢位波友嘅 reason 呢？1隻、2隻、3隻，系咪3隻啊？定4隻？第4隻你哋已经系3、4、1日。哦，1日啊，同样1日啊，我都系第1隻啊！ 我掉咗3%啊，3%，咁都俾我帮佢捉到啊！反明就系人嘅问题啦。